日会去一间位于观塘可以带宠物嘅餐厅。咁因为港贸中心咧都有停车场，但系收费太贵啦，要50蚊一个钟。咁我哋会泊喺附近考明街99号嘅工厦嘅。哎呀，冇开啊！原本谂住拍呢度嘅考明街99号，但系冇开啊，所以我哋而家要揾另一个停车场。最后咧，我哋拍喺呢个创纪之城6期啊，睇下个价钱先，好似20几蚊啊，呢度就25蚊时租咯。我哋而家车车搭黏黏，考明街99号停车场呢，约莫2分钟就到港贸中心噶啦。但系创纪之城呢边行过去就要5至8分钟。呢度真系超级多人，记得要订咗先好嚟啊！订咗都要等一等嘅。餐厅有少量嘅室内位啦。跟住就大量嘅室外位嘅，室外都有好多嘅冷风机啦，有分两边嘅，一边系星空呢边，另一边嘅室外位就系咁嘅样咯，有啲帐幕，可以一班人自己独立嘅空间咯。呢杯叫做裸里明3000啊，呢度环境唔错喎。有乾淨企理啦，室外位置又非常之大啊，唔怪得咁多人嚟排队。同埋呢度非常之凉快啊，虽然喺室外位置，但佢每一台隔篱都有个风机喎，唔系得几部喎，系一台跟一部风机啊。记得嚟呢间餐厅只可以行楼梯啊。Saturday night, going home with a smile and